这是我的今日穿搭，待会儿要跟朋友去下北泽，去他的贝果，订了贝果，然后我要去买一下面包，穿的比较舒服。今天这个穿搭就比较素，这个罩衫是 Earth Music 的，这里可以缩紧，缩紧完了之后腿会显得比较长，然后有一点娃娃衫的感觉。因为今天一整套都比较素，所以带了一个蝴蝶结。柠檬的那个看起来好吃，收获满满，就和很多店比感觉也就不算贵。我好多100多，我家门口的贝果都100多，嗯，而且它比我家门口的大哎。走，我们回家分着吃。为什么这个是贝果？这是抹茶。你买到抹茶的了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就我订的啊。没订购的只能买这些普通的是吧？没有，是而且现在时间也不早，我觉得这个时间来能买到已经很不错了。好，你不知道现在全东西买贵，我都需要排队吗？Thank you.
你这个是什么呀？这是宜家的那个麦片。嗯，就是我最近一直在吃罐头，都没怎么买罐头。哎，这个好吃，豆豉鱼好吃。这豆豉鱼我买，我只吃过这个，因为别的都是日本的罐头。对呀，这是空玉米，混上那个马斯塔德酱，然后再混牛油果，然后烤一下，就特别好吃。但是你就不要水哈，就把肉拿出来就可以。哎，那个挂的是我送给你的面包夹吗？有用，但基本上呢还是用。用手。用手。啊，我明天开始要好好看书了，我真的不行。笑脸。我觉得你好喜欢这个笑脸。我可以看一下你的耳环吗？感觉好多可能都这咖啡有点苦啊。没事。哎，你这个香水都是小小的耶，反转巴黎。你这个架子比我家大吗？你这还能转？我现在就买东西就药妆店买的。哎，我也是啊。擦脸，我现在擦脸的都用回雪肌精了。我觉得，药妆店。我也是，以前用的好高级，现在用完高级的都用回最简单的了。咦，我来看看。好耶！我来看看有没有同款。这个应该是我送给他的，指甲油，那是 Holic 的，这个指甲油是好用的。咖啡，哇，狮王祛痘膏，好多年前我买过。好，诶，这个也是我们一块去买的吧？嗯。OK， 还有这个眼影到底要怎么用？这个也是我送的。但是说实话，我用的最多的是那个黑色的，当它来画眼线。但那个季度就很流行这种粉粉的、蓝色的，我觉得挺可爱的，春天呀。我从这边开始好了。嗯，那下面是，那下面这个酥皮好吃。哎，嗯，对着。
是你苹果的这个好吃。我们两个人是魔鬼吗？这每切一个贝果，嗯，就切两块吃掉，嗯，可可爱，没有脑袋。因为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啥，嗯，我也不知道我买的是啥，我不切开我也不知道它是啥。盲盒，中奖了！哦，我的妈呀！嗯，我觉得我早上醒来的第一时间一定是要它，糖分够足。我觉得我们这样子会被环保主义者骂了。估计它生产如果卖出去了的话，它也是要生产的。你觉得这是消费主义陷阱，就一直逼着我们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。那你现在能想到替代保鲜膜，能把它？保鲜膜太好，我离不开保鲜膜。我昨天吃咖喱，嗯，热咖喱的时候，嗯，你得用保鲜膜呀。嗯，哦，不对，其实那个热咖喱，你也可以把咖喱放到热汤里面，嗯，煮那个袋子。啊，你说那个，嗯。所以昨天那种情况，其实我是可以节约的。开席，
咱们这个桌子摆的毫无美感，你一定要拍的美一点。这就是没事儿，我觉得。拍出烟火气。还有那狗妈。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。什么刀好使？